我追陶明敏，你的欧阳是单身了吗？女生啊，这很难捉摸的。我们说没事，就是有事，没关系，就是有关系。我又不准，边走边吃，速度太多。你喜欢谁的电影？《十二星驰》。是家有喜事。一个家，一个家。我们。龙骨茶，嗯，龙骨茶叶不分离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，莫名其妙的爱上你。唐薇薇。分享快乐，快乐会变成双份；分享难过，难过会减一半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因为呢，一颗心很小，而我又很大。如果你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往里面塞，脑会觉得很挤的。林阳同学，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什么鬼鸡汤啊？我很认真的在哄你。有被哄到。唐薇薇，你能不能学着去做一个爱人，而不是习惯了去做我的姐姐？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哇，里面有蜡笔小新！哈哈，哦，慢点，蔡总，不要激动，蔡总，那边有凳子，那边有凳子坐一下。我是猪啊。快乐辛苦了，前面拍一张，因为前面拍一张，一二三，杀青大吉，和大家说一个秘诀，就是在上妆前先喷一下定妆喷雾，你的妆可以耐一整天。完全不脱妆，然后上完底妆再喷一次，然后上完定妆再喷一次，三层的定妆喷雾了之后，我基本上一天我都不需要再补妆，不会掉妆，而且天气特别的热，它都不掉，就化妆老师们都觉得很牛。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